这么一个实心的小东西居然能变成球，好神奇呀。最近还有宝子想看我玩粘粘球，宝啊，咱的大球已经切了一年多了，既然想看球球，不如今天来玩这个摸球波波乐咋样？好家伙，材料居然这么多，这够做好多好多个球了吧，而且各种颜色都有，先把做球球的工